什么？哪一首？多少回落日染红了我思念，问花何时去，花依旧无言，却待伊人相见，共话繁华飞满天。新年来临之际，周深通过《人民日报》向全国所有读者朋友们轻轻道一声晚安啦。与此同时，《人民日报》还发布了一则短视频，该视频系周深此次参加《人民日报》2022新年晚安计划录制的宣传片，下面就让我们先睹为快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深，很高兴参与《人民日报》新媒体2022新年晚安计划。当你嘴角上扬的时候，一切美好都会如约而至。2022，愿你烦恼退散，快乐加倍。愿我们都向着光亮，奔向向往的未来。晚安。在《人民日报》2022新年晚安计划当中，周深身穿一件白色衬衣，看上去充满了年轻的朝气和活力。在柔和的灯光下，周深说：“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深，很高兴参与《人民日报》新媒体2022年新年晚安计划。”当你嘴角上扬的时候，一切美好都会如期而至。2022，愿你烦恼退散，快乐加倍。愿我们都向着光亮，奔向向往的未来。晚安。周深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文称：“2022，愿你烦恼退散，快乐加倍。愿我们都向着光亮，奔向向往的未来。晚安。”从2014年开始，《人民日报》一直在坚持一件事情，每天晚上在夜读对你说晚安。直到今天，《人民日报》微信已经对网友们说了2500多声晚安。2022年的第一个月，《人民日报》2022新年晚安计划再度起航。此次《人民日报》2022年新年晚安计划将力邀一大批知名人士加到晚安计划当中，在2022年这个年初，通过一声声晚安伴你入眠，也开启新的一年。周深喜提江苏卫视跨年晚会。临近年底，除了周深喜提《人民日报》向全国所有读者朋友们轻轻道一声晚安之外，2021年的12月1号，江苏卫视跨年晚会的演唱会也发布了参演嘉宾阵容，其中周深赫然在列。一边是在央媒上道年终晚安，一边又在主流媒体跨年晚会上演唱，不得不说，周深是一位正能量的优质偶像。那说到这完美啊，也不得不盘点一下周深的2021年。在这一年中，周深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，出席并献唱外交部主办的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，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，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，参与演唱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仪式推广曲致敬勇士等，同时还喜提2021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。看到周深喜提《人民日报》向全国所有读者朋友们轻轻道一声晚安，喜欢周深的粉丝们纷纷留言为其打 call。 愿2022一切都好，愿大家都平平安安。